天气真好，要不我们去花莲玩玩？听说那边的海很美。Yeah，Let's go go！ 到啦，这里就是传说中最美丽的花莲海岸，真美丽啊！是啊，真美丽的垃圾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那肯定是海洋污染。海洋污染？那啥，严重吗？什么也不严重，在太平洋上都有一个垃圾岛了。啊，垃圾也能建国啊？你，好啦好啦，这些垃圾会造成啥影响呢？海洋污染导致鱼群类吃下有毒物质，人类在吃下不是自己毒自己吗？还有温室气体对海洋的影响也很大，假如海洋持续升温，会失去调节气温的功能，导致全球的气温失控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多参加净滩活动、早教公投等等。哇，这么多啊，我不想要海洋变成这样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守护海洋哦，守护海洋，从你我做起。